今天是开学的第三天，然后我决定从今天再开始录我的上学的日常生活，因为我今天才有课，所以让大家看一下我有课的时候我都在做什么。我下课了，我要准备去运动。我运动完要回宿舍了，我现在要去看牙医，然后我要骑 U-bike 去。我到了，可是都没有看到研究室的人来。这里其实超多小黑蚊的，就是你如果停下来，然后没有走动，你就会疯狂被叮。对，我决定先来买早餐，这是小福，然后有这些店，对。去上砖头课，为什么要运动呢？因为我想要吃两碗卤肉饭。